娱乐转圈圈，明星快报报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世界观 news 讯49岁黎姿虽已在2008年退出娱乐圈，但不时都会在社交平台分享动态，偶尔还会同圈中好友聚会，无论样貌身材都 peep 得非常好。昨晚22日，黎姿在多个社交平台晒出同李嘉欣 high tea 的短片，并配文写道：我们总是天南地北无所不谈，畅谈各种健康美容照顾小朋友的心得，和志趣相投的朋友一起分享美食，分享生活，我相信是保持美丽的秘诀。 A sweet friendship refreshes the soul， 甜蜜的友谊令人精神振奋。片中的两人打扮随性，妆容淡雅，气质十足，一起交流平时喜欢的东西，包括化妆、护肤、饮食习惯等。李嘉欣表示，这个饭局呢是你的饭局，所以也是美女饭局，亦都会令你用心去扮靓，好开心大家见面，我觉得有团有一起 share 的美容心得，个性理念会特别有团伙去 keep 着自己好低，向美女 CEO 学习。黎姿还笑言自己经常叫李嘉欣不要太贪吃，我们大家都好贪食，好中意食也，因为太贪量，所以我成日都控制自己不敢吃太多等，言谈间非常开心，看得出两位闺蜜相聚心情大亮。其后李嘉欣在微博同 IG 晒出两人合照，写道：聊呀聊已经让我更有动力去 keep fit， 果然是女神。编辑张艺嘉。这篇报告完了，顺手点个赞，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，谢谢。